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大家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、全日安，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。咁好多谢大家的支持啦，一早就嚟到呢度。咁啊，嗱，如果有啲咩问题咧，你可以话俾我听喺嗰、那个即系直接嗰个通讯嗰、那个即时通讯嗰个区域咧，你可以留言俾话俾我知有咩问题。嗱，而家今次咧就系、是。用啲新嘅設定啦嚇，咁啊希望咧就冇事，咁遲啲咧就可能咧就唔會用呢個直播系統噶啦，咁但係而家呢個直播系統能唔能夠正常運作咧，暫時都係未知數嚟嘅，因為咧未試過用呢一部機咧就直播超過兩個鐘，咁如果直播超過兩個鐘嘅話咧，其實都可能會有問題，因為佢應該我估計咧。就係、是、佢嗰個直播系統嘅軟件咧，係即係裏邊有啲改動，咁改咗一啲嘢咧，就會令到佢當機嘅。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，因為尋日咧就真係好抱歉嘅，尋日咧佢係當咗機，咁跟住我就結果就用第二部機去搞啦。咁而家好可能咧，亦都會放棄用呢個蘋果電腦噶啦，因為咧這個蘋果電腦其實。真係唔係幾掂，不嬲都係好似一個電器咁樣用嘅啫。其實嗰個蘋果電腦，其實我自己本身工作都好少用蘋果電腦，通常咧都係直播嘅時候咧就會開住嗰個蘋果電腦咁樣由得佢做嘅。咁究竟掂唔掂？我係完全唔知道。嗱，尋日咧就同台樣咧就用另外一個系統咧就測試過，咁去錄節目嘅。但是都是有问题，因为最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呢是没了把声的，会很奇怪，所以现在根本呢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。那还有就是神芒第一线现在今天当然只是在芒向编辑部那里啦，有个过渡期的，我们专登到。那今天的节目呢只会截录回在芒向编辑部那里，就不会再放在正向部了。咁啊，白飯魚就話：尋日佢又壞機，好多節目都留唔到言。咁呢個亦都係大家都遇到緊嘅問題，因為每日都有網友同我講話佢封號，咁暫時係處理唔到嘅。其實係要靠大家咧去上訴，即係佢哋而家有好足夠嘅力量咧，就可以投訴好多人，令到即係我哋嘅網友封號嘅。咁點解會咁呢？我都唔知啊，即係講嘢可能得罪好多人啩，係得罪得太多人啦。咁咁希望就梗係冇事啦。咁但係我知道好多網友都係結果係有事嘅，個帳户係封咗，開唔翻咁樣。咁啊，仲有就係 Cam Sing Lu 就問我住嗰度近唔近海，好似好危險咁。嗱，我住就係唔近海，唔算近海咯。即係你話近又得，唔近又得嘅。咁唔係喺海邊住嘅我。咁啊嗱 ，Sam Chui 又話佢留言會被失蹤。咁呢個亦都係YouTube 不嬲都有嘅問題嚟嘅。即係我哋嘗試過同 YouTube 交涉過噶啦。佢就話咧，即係將嗰啲投訴嗰啲人可以擠落去一個清单嗰度嘅，咁其实我哋系有一个清单挤咗落去，有好多网友其实已经系，但系咧都系唔得咁样。咁啊，汪卢又话写张可以带架电脑去高登加 RAM， 咁啊，应该我会即系去买多条 RAM 嘅，即系而家用紧呢部机咧，其实应该都够用嘅。咁但系我始终都系惊佢而家呢个直播会唔得，因为另外嗰部 MacBook Pro 咧，其实一直。用開嗰個直播系統咧，都唔係話好大問題，可能間中會食字，但係上個禮拜就試過幾次好大鑊嚇，即係上個禮拜就我都唔知點解會咁嘅嚇，即係佢嗰個軟件嗰度，我嗰個當然有同佢交涉啦，同個供應商有交涉啦，咁佢就對上一次出事嘅時候咧，佢就話係我嘅網絡有問題，即係對上一次大概幾個月前咧。就係、是、話我個網絡有問題，咁今次咧就好明顯就同個網絡係冇關嘅，即係俾人推裝推咗去咁，搞到我都好頭痛。其實就不過有時都冇辦法嘅，我都承認翻一樣嘢就係、是用佢哋嗰個系統咧都即係算係 OK 啦嚇，咁但係
即係佢哋好似越做越差咁咯，即係個感覺就係、是、咁、本來好多嘢可能唔使改都照用到嘅，咁可能又改咗啲嘢咁，所以搞到大家嘅即係收聽感受就唔好啦，咁都係講句唔好意思。有啲我哋控制唔到嘅，但係我哋控制到嘅咧就盡量做好啲咯。咁之後可能個做法就會改變啦，嚇、啊、點樣改變咧就之後再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咯。我哋係打正大風嘅，呢叔兼 Betty 啊，回應一下先嚇，真係好大風咧。成晚啲風聲都係噏噏聲嘅，咁亦都係落好大雨。咁有冇上次嘅暴雨咁勁？嗱，我嘅感覺咧就冇嘅。嗱，好奇怪嘅，即係呢度。嗱，而家我不如講埋個主題啦，即係呢度打風還點還點講開啦。你哋問開我又講下，所以真係能夠直播都係奇蹟嚟喎嚇。因為佢預計咧嗰個降雨量咧就會係即係上次大暴雨嘅時候嘅一倍。我睇到嘅时候我都呆咗，佢预计嗰个降雨量咧系一日系会落400毫米雨好巧大镬真系，我睇到我都吓到呆咗，我仲喺度笑咁样嗱。但不过咁嘅，即系今次咧就有晒预警，上次咧就冇预警嘅，咁结果好多人咧就即系突然之间屋企就浸咗啦。咁而家即系上次浸嗰啲人咧，咁就做咗啲咩咧？就冧咗啲沙包喺屋企门口咯。即係我哋有啲朋友，即係擺咗喺 Facebook 都係㗎啦。成個車房門咧就冧曬沙包喺度，跟住咧即係自己嘅門口亦都冧沙包咁樣。咁我本來都有諗過要唔要咁樣做咧，不過我睇一睇個情況，即係睇一睇個預計嗰個路徑咧，咁我就冇做呢一樣嘢咯。即係我自己都幾薄嘅呢一樣嘢，即係本來其實我應該都係要冧翻啲沙包，但我上次都冇浸啊，諗住搏一搏啦，算啦，因為冧沙包咧都好煩嘅。嗱咁Fader Wong 又睇 Sewage， 咁其實嗰個問題咧就呢個 Sewage 咧同 Stormwater 咧，即係雨水渠同埋污水渠咧，其實就分開嘅 ，Sewage 就污水渠。Stormwater 由雨水渠，雨水渠是分開的，同埋咧，其實呢度已經有好多屋咧，佢起嗰啲新屋嘅時候咧，佢已經係要裝一個嗰啲雨水缸喺間屋下邊嘅，成個游泳池咁大嘅，有啲係，唔係講笑啊！你覺得我係講笑？喂，唔係嘅，真係嘅。我哋而家成日都有個笑話就係咧，起新屋咧要起個地底嘅游泳池，但你起咗個游泳池咧，只係幫到少少嘅啫，都唔係真係十分有效嘅。只要你間屋咧係低過條路嘅話咧，條路嗰啲水咧就好有可能咧就會湧去你間屋嗰度啦。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嗰啲朋友攋嘢嗰啲咧，全部都係咧間屋咧就低過條路啊。咁間屋低過條路，即係啲雨水咧就會向下噶嘛，咁向下嘅話，咁你咪經過正門，咁咪湧曬入嚟咯。好慘嘅，即係上次就最慘嗰一家人咧就四尺幾深水，咁今次希望唔會啦。嗱，暫時我哋呢度咧就未睇到好嚴重，但係另外一個城市咧就好嚴重啦。另外一個城市咧就根本個風未打咧，佢哋已經開始水浸。而家風被打會開始水浸咧，因為嗰個低氣壓，低氣壓咧、那個海平面嘅高度咧就升上去。咁有啲地方咧就係、是、低洼地區，即係其實好似鯉魚門嗰啲咁樣，啊、即係嗰啲地方咧，你話要整到佢完全唔浸咧係冇可能嘅，除非將成個地方咧就冧起佢嘅啫，啊，所以好大鑊，係大鑊到不得了嘅。咁啊 ，Fader Wong 就係我哋有啲地方咧一落雨就浸，政府咧就做工程修補翻。咁而家係呢度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地方咧一落雨就冧嘅，就會浸嘅，啊，亦都唔會冧嘅。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上次好大雨啊，根本有記錄以嚟係最大嘅雨嚟嘅。咁今次仲預計係會多一倍嘅降雨量。咁但我就真係老實講，我唔係好擔心嘅，因為個理論咧就咁嘅，即係我自己個人嘅理論咧，就係你有準備嘅話咧，佢點樣都唔會話太大鑊嘅，即係你預警咗，即係其實成個禮拜噶啦，話會打風係預警咗成個禮拜，但係當然冇風球啊嗰啲啦，學校有啲咧就停咗課，咁但係我仔都一樣要照翻學嘅。
學校仲要咧 send 個短信嚟話，喂喂，我哋間學校咧今日係會開嘅。上次已經搞笑啦，上次佢間學校已經搞笑噶啦，就係咧。根本咧就係暴雨之後咧，間學校咧就浸咗。咁個校長咧就好有效率咁樣咧，就即係叫咗啲工人咧就去即係整到嗰個學校咧係可以翻學嘅，即係將嗰啲地氈咧就整走咗，跟住又吹乾咗，就可以鋪翻臨時嘅地氈，就俾啲學生用嘅。咁結果咧就係、是、政府咧就公布咧就話學校唔使翻咁樣。其實學校係可以俾學生翻學噶啦。即係其實上次嘅打風嘅時候，唔係上次應該係暴雨嘅時候，即係學校有啲學校係做得很好好嘅，但係即係做得很好好都俾人就即係 override 咗啦，即係話喂你唔得喎，你即係你可以翻唔得，人哋唔翻得咁樣，咁所以好麻煩嘅呢、這個世界成日都係，即係我覺得好多嘢都係煩到不得了。嗱咁啊，嗱，好嘅先就话，有啲人就会话家长可以决定唔俾细路翻学噶嘛。讲呢啲说话嘅人咧就冇做个家长，咁又唔系，我又觉得即系空位先，即系你家长系有权利咧，系可以真系唔俾个小朋友翻学噶。如果佢好危险嘅话，真系可以喎。你系有呢个自由嘅。佢学校发个短信话俾你听，学校系开。咁如果嗱，好老实讲啊，你唔俾个细路翻学，你自己有办法话喂，而家好危险，我唔俾翻。你自己做家长嘅有责任评估危唔危险噶嘛，系咪啊？即系我觉得系咁啊，即系我自己都系家长啊，好卫士。如果好危险嘅话，我就唔会俾佢翻咯。即系其实就系咁样啊。咁啊，嗱 ，Fader Wong 就话咧，有时咧就即系打雪暴嘅时候咧，咁啊校巴咧就会停咁。家长就决定咁样吓，小南就话咧，有冇谂下点解订阅人数升，但系 view 数冇上升咧？可能有人想搞事，如果唔系，而家解释得到啊，有人系唔听你 Raymond Wong 节目啫，你条仆街，我应该系解释得到，讲嘢咁 Q 黑人憎啊！明明简约公屋系得正咁样啊，你都反对咁样。喂，其实我都讲句真话先，即系我系咪反对呢一样嘢？其实我唔系反对呢一样嘢。其实好老实讲，即系如果你话租转屋嗰啲，我有冇反对过？我从来都冇反对过租转屋噶。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嗱，本来都唔想讲呢个话题嘅，不如咧，应该休息一阵，又讲下呢个话题。嗱，朱君就话今日正向冇直播，系唔会再有正向直播噶啦，因为咧分开两边嚟做咧，嗰个工作。太辛苦了，太多的工作量。咁而家呢家正系会喺网上編輯部做朝头早嘅直播。咁夜晚咧，今晚应该都可以安排到嘅。又如果冇即系水浸嘅话咧，就安排到；如果水浸嘅话咧，就安排唔到啦。就话俾大家听先啊。咁如果即系水浸嘅话咧。嗱，我哋講一講啊，即係今晚咧就冇直播。如果冇嘅話咧，今晚嘅直播咧就會喺正向部。好啊，如果冇水浸啊，水浸嘅話就冇辦法。即係我水浸嘅話，咁我自己都有排搞，希望冇事啊。因為其實而家咧，我哋講緊嘢嘅時候咧，出邊有冇落雨咧？有嘅，不過我就聽唔到雨聲，即係其實應該都唔算大雨咯。咁即系 Chloe 就话，即系打大风咧，唔好俾啲风吹走。咁啲树危险啲咯。咁我亦都冇出过去睇啲树发生咩事。今朝我都冇出去吓。咁啊 ，Sandy Wong 又话又有排拗咁啊。我而家谂紧我讲唔讲好啦吓。即系有啲嘢我其实好唔中意咧，就巧立名目嘅吓。即系好似《食神》里边嗰个啊。嗰个套餐咁样啊，不过算啦，我费事讲啦，都系讲下就啲人又喺度话喂，你好凉薄啫，对嗰啲住劏房嘅人嚟讲，嗱，即系好老实讲，即系如果你系即系有迫切嘅住屋需求嘅话咧，其实我认为咧有好多人咧系会去咗住即系中转屋嘅，因为。好似汪向已經做話，即係佢自己都有朋友就走咗去住同心村嗰啲中轉屋。如果你有迫切嘅住屋需求嘅話咧，
你是不會說哦這間嘢太遠了，太離開太遠了，離開我翻工要個幾鐘咁唔得啊，即係我花個幾鐘嘅時間去翻工係唔掂嘅咁。其實香港大把人咧都係即係搭一程個幾鐘車去翻工嘅嚇，咁即係如果有啲即係接受社會幫助嘅人咧，佢講嗰啲嘢咧係即係好硬耳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即係有一部分啊社會嘅中產咧覺得唔順意啊，覺得有冇搞錯都係有道理嘅，其實就啊，即係呢個都係有道理。嗱，強盛就話今日寫咗把青青咁多，其實之前咧就係嗰個軟件有問題啊，嗰個直播軟件有問題。而家應該冇事噶啦，希望繼續都係冇事。咁但係唔知啊。因為呢個軟件咧，我懷疑就係咁啊，佢有一個即係記憶體漏嘅問題，即係佢嗰個 memory leak。嗱，如果你有寫開呢啲software 嘅人都會知啊，就係咧佢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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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咧，就會用咗好多好多嘅記憶體，佢越用越多，咁佢用到多得滯嘅時候咧，咁就會死機啊。咁所以我而家都唔知道佢會唔會死，希望咧就唔會死咯。希望不会死，但真的有可能会死的。那空军师就说长期在家附近上班，人的眼界呢就会越来越窄。其实这个是事实来的，你要周围去才可以，即我都成日都是认为是要这样的。我自己现在都有这个问题，即疫情之后其实没什么走动。即是没什么走动的人呢，那个眼界真的好像窄了一点样。加加三日，人人都几个钟，个几钟翻工，点解你咁娇贵多嚿鱼？其实有啲人即系佢接受社会帮助，佢觉得系理所当然咁样。其实即系咁样，亦都系令到啲人觉得好唔高兴嘅。即系我认为，仲有就系、是某啲政党喺香港都系成日都讲咧，话要即系啲人咧近啲翻工啊，即系要搞市区嗰啲公屋啊，啲咁样嘅嘢。其实好老实讲，我唔系话唔做得市区公屋。是应该都做这一样东西的。但是呢是不是说要做很多呢？这个是我是有个问号，是不是应该在黄金地段那里搞呢？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。就算你在市区，你都要找一些远一点的地方，即是交通不是说真的很方便的地方去做，其实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你黄金地段始终都是有价值的嘛，是吧？咁你攞咗去做公營房屋嘅時候咧，咁、那個價值咧就體現唔到，反映唔到嘅。其實嗰個代價係好高嘅，即係你其實有冇成本效益嘅？即係要幫人都，即係好老實講，要幫人係要有成本效益嘅。你冇成本效益係長期係做唔到嘅。即係好似我哋做節目咁樣，即係如果嗱呢個直播系統，佢而家收我哋都唔平嘅，但係搞到一撇嘢咁。咁佢冇成本效益嘅時候，我哋梗係要諗其他方法去唔用佢啦。雖然我哋已經俾曬錢，即係係俾到今年年中嘅，但係即係我哋而家已經係開始試下其他嘅系統啦。咁我都會試其他系統嘅，但係暫時咧，因為我每日都會做直播咧，呢、這個咧就難少少。你話俾大家聽，即係同埋有其他工作要處理咧，就能唔能夠好快可以轉去另一個系統就唔係咁簡單。而家都係要用住佢先。捉住先好啦，讲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，呢一节咁亦都多谢翻 KC Ho 你嘅支持啊。咁空位师就话你咁讲咧有道理嘅，但系其他人就话你歧视，我唔系歧视，即系你要谂清楚，即系嗱，你系社会唔同嘅人咧去补贴啊，或者系去津贴你嘅选择，即系你嘅选择就系住喺市区，系咪先？咁好啦。或者你的选择呢就是住在一些暂时啊，因为冇得揀啊，你话咁就住在一些不適切的住房嗰度。咁好啦，咁社会人士帮咗你，咁帮你呢就而家用咩方法呢？就可能係中转屋嘅形式啦。咁有啲人係嫌远係唔去嘅。咁咁究竟係中转屋嘅问题啊，定係受助者嘅问题呢？咁你自己諗下囉。即係有啲嘢喂都要公道至得㗎，即係人哋帮你。你又嫌三嫌四咁，其實個態度係咪有問題呢？係咪？空軍師話喎，嚴重咧就唔止話你歧視，仲話我搞對立，挑動呢個族群矛盾。喂，唔係喎，
個現實係你喺一個社會，你點樣都要計成本效益嘅。就算連國內搞經濟適用房咧，佢都要計成本效益嘅。佢會唔會攞黃金地段去搞經濟適用房？你睇下內地啲城市經濟適用房會唔會搞喺市中心黃金地段嘅位置？會唔會咁樣做？你自己去睇下啊！即系你唔好同我讲话，喂，社会主义得嘅，可以多啲社会主义成分。就算系你行社会主义都好，你都要计嗰个社会成本效益嘅。因为其实而家好现实咁讲咧，就冇一个地方咧系真真正正完全纯粹去行社会主义。你一有市场经济嘅时候咧，你就一定要计成本效益嘅。你如果话我唔计成本唔计效益去做咧，咁你系。好老实讲咧，就系嗰个公共财政咧，就完全唔负责任，就系咁啦，就系咁样啦。嗱，我咁样讲，一定有人话我唔啱嘅。咁但系你谂下一样嘢先，即系有啲嘢，佢哋有部分嘅人真系极需要帮忙，住喺不适切住房嘅人系极需要帮忙，系真嘅。但系有冇其他嘢去帮可以帮到佢？其实系有嘅。即係嗰啲中轉屋嗰個入住率好低，即係俾人鬧嚇，俾啲議員鬧，誒、這個中轉屋唔掂，因為選址唔好咁樣。我其實覺得好奇怪，真係我聽到呢個真係好奇怪。其實交通算係方便嘅嗰、那個選址，因為去港鐵咧都係行十分鐘以內嘅啫。咁如果你話，但係佢喺新界喎，咁喂咁你之後起嗰啲公屋好多都係新界噶啦，你之後起嗰啲即係。居屋嗰啲都系喺新界咯，或者喺明日大屿噶啦。咁好老实讲，你而家即系俾咗人哋一个严格嚟讲临时住喺，即系一个好方便、超级方便嘅黄金地段。你自己谂下，啲人会唔会肯再搬咧？你自己真系谂下呢一样。有啲人话唔会噶，一定冇噶，一定要去搬就搬噶啦。你咪自己谂下之后会唔会有其他问题咯？系咪？我讲都冇意思噶啦，已经讲过好多次啦。好啦。又重複又重複啊！人哋話好啦，休息一陣，翻嚟我哋講其他話題啊。